现在是完全归零，一毛钱都没有收入。欸、所以说农民现在很苦，一大堆的农民都一大堆的扒了，而且现在夜市也没有，然后全部通路都停止、欸，消费者也不敢出来购买这些水果。讲实在的，每个月都有好几十万，因为我们是器重的，我们量很大，我们夜市有七八个在做，同时还有店面。那现在是完全归零，一毛钱都没有收入。欸、所以说农民现在很苦，一大堆的农民都一大堆的扒了。变成说你们跟他打合约，你还是要进嘛？对。可是你自己要想办法去销。对啊，没有冰箱那么多可以冰的、啊，而且现在夜市也没有，然后全部通路都停止、欸，消费者也不敢出来购买这些水果商品。朋友啊，或者是自己的妻子啊，或者是邻居啊，叫他借我们先这样子销价，去列是销价，少一斤少一块卖都没关系的啦，总是把这扒的烂掉丢掉好了。今天这个价钱是台斤是110，今天我们是卖50块，四折，哎，四折。看到网络上的报道啊，他有出破碗嘛，买一点回去给小朋友吃啊，还有亲戚朋友吃啊。你这次总共买了多少回去？买了1000多。有没有最高就是曾经就是这样靠股票一个月多了多少钱的收入？如果算大概是40-50跑不掉的。其实我不是看长相，而是觉得就是这男生可能比较勤奋一点啊，然后有自己的想法。然后又孝顺这样子。他觉得板娘漂亮吗？她都漂亮。是板娘漂亮还是面线好吃？都有，没搞嗨啊。然后又孝顺这样子，我希望的是可以找个可以跟他一起进步的人，而不是一直就是安于现状的生活。您的身高是多高？1.57，45。有三围可以给我吗？37.23.5，33.5。网络上很多人在传他就是很厉害，对，然后我们想说从台中过来，对。啊，实际上看到嘞，就是也真的很厉害，面线也厉害。昨天看到今天就过来了，对。啊，有觉得板娘漂亮吗？漂亮，对，面线好吃，面线好吃。是板娘漂亮还是面线好吃？都有，没搞嗨啊。好。他觉得板娘漂亮吗？漂亮。